今天终于来接睫毛咯，好久没有接睫毛了。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呢，我们第二阶段已经开放一阵子了，约到睫毛了。睫毛店位于 Boogie's Cube 的二楼，就上这个手扶梯，然后记得要量体温哦。量完体温以后，就上手扶梯。全部都是做睫毛啊、眉毛啊、美容的，但是我最爱台湾 True Ice。 哦，现在好像每家店都还卖零食哎，疫情的关系，我们经过十格，叮叮叮，即将到了。他帮我弄的，所以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选的。洗车还有 C 跟 B 没有那么觉得 C 会比较自然 ，B 跟 C 都是比较自然，比较自然。对啊，也是你帮帮我做 ，OK。好的。戴口罩，他们也有戴口罩。